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。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会放假，像我这样国家栋梁之才怎么能放假？我就是来为人民服务的，干活。老板，你卖的东西太贵了。便宜的东西只有在你买的那一分钟是开心的，用的时候你没有一秒钟是开心的。品质好的东西给钱的那一刻你是心疼的，用的时候每一天都是快。直到模具开好了，这个产品客户看中了，一下单就舌头滚，几舌头滚就发财了。